阿尔卑斯蝴蝶结主要用于在绳子的中间位置制作出一个绳圈，结组登山的时候，位于队伍中间的队员用此绳结来固定自己。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在绳子上制作出很多圈，用于悬挂物品。第一步，将绳子在手上绕两圈。第二步，绕第二圈的时候，将绳子置于另外两段绳子的中间。第三步，抓住最右边的一段，将其从左边两段绳子构成的绳圈中绕一圈穿出来。第四步，收紧绳结，这样蝴蝶结就打好了。